刚好需要这里派挂面，不是欠你几千万啊？你吃三斤点点的，我无时间徛在这里等啊。啊，你敢会到这间包厢收冷啊？不是冷气哦，烧烧的抬头收冷啊。我看这不是包厢，是冰箱啦。哎，阿忠仔，阿少爷，大庆哥，阿妹来，那不会先给我打电话啦？我会当去门口给你迎接的。 我徛伫遐创啥？赶紧泡上好茶，吃到贵宾啊！是。老板娘，你是无发薪水啊？有啊，啊薪水哪会无发啊？是安尼哦，啊面哪会那么臭啊？啊，可能是拄只花美款啊。啊，是你哦，你是李文珍的前夫。 报纸讲你足风流的，我怪伊个哦，贾顺遐尼生气。你别讲话点点啦，迄报纸新闻要哪样相信啊？哦，迄黑白破，假的啦！而且华少爷即马是天心平台负责人，人伫咧讲啦，虎父无犬子啊，伊绝对是参照大庆哥安尼，即个壮仔哦，壮仔。啊，就哎，我就知影迄报纸哦，写黑白写，啊，贾顺嘛一定是误会啦吼。 参照恁爸这尼好，真个境界，那可能嫁出花天酒地的好事嘛，对吧？哎呀，三八结婚啦！你，无啦，阮太太的意思是讲吼，这看到潘少爷本人就知影，迄新闻绝对是假的啦，无可能会代志啦。对啦，其实哦，查甫人哦，伫外口做生意讲应酬，去酒家哦是正常的啊。若收查甫人讲哦，伊无去酒家，我阁感觉伊无像查甫人的。 威廉啊，后早你若要去吼，你叫恁细聪也就带你去。伊以前哦嘛是酒家王子呢。不过阮爸爸哦无介意我去占酒家，伊嘛足讨厌去占酒家的查甫人，所以伊绝对袂去占酒家。安尼你敢会感觉伊无像一个查甫人？没有，伊一看就知影查甫人，伊袂晓讲话啊。 歹势，我讲迄足奇怪话，互恁看笑话啊！歹势，我故意啊！咱直接讲重点吼，即黄总裁啊，你感觉阮餐厅啥款，你敢有满意？既然你有叫我请大庆哥，我来甲伊当做是家己的小弟来看待。以前个餐厅，我已经食到，今日个餐厅一看，啊，佮有服务生的态度，当山的安排。 某一项我也愿意。啊，大庆哥。